今天我们来到了基隆市的一个秘境，那就是忘忧谷。这个地方位于基隆八斗子渔港旁的山谷，因幽静山谷和壮丽山景而闻名，这里可以让你感受到大自然的无限魅力，享受离开都市喧嚣的宁静。冬天海风很大，要穿着保暖衣服。远望可以看到基隆屿，往下要走到八斗子渔港。忘忧谷不仅是一个美丽的风景，更是一个可以放松身心与自然亲密接触的天然疗愈之地，不妨抽时间来这里走一趟，让身心重新充电吧。今天就分享到这儿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